所以刚才下课也蛮多同学来再问一下哈，这个 system code 的设计为什么是长这样？就是为什么要有 fork， 然后再 exe clp 这两件事哈。首先第一个哈，大家要回到根本哈，每一个 OS 可以 define 自己的 system code 哈，所以我们这边介绍这个是 Linux 的话，它的 decision 是这样，它有一个 system code 叫 fork， 然后做这个 process creation 这件事，然后呢，再 provide 另外一个 system code 叫 exclp 去 replace 任何一个程式它目前它的 memory 的 content 啊，尤其是指的就是它的执行的这个 code， 它的 execution 的部分的这些 content 啊，也就是可以把它 reset 一个 program 的意思啊，所以它决定把这个两件事切开，然后用两个不同的 system code 来做这件事啊，那 programmer 自己去看了这些 system code 之后，那他的 behavior 根据他自己的需求嘛，哦，所以通常如果你想要，如果你的目的是 create 一个新的 process， 然后叫他 run 另外一个 binary code 的话，就必须先 call fork， 再 call exclp 了，哦，这是结果论，哦，是指 Linux 这个 OS 它 define 了这些 system code 之后，你的使用上是这样子，哦，那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这也是很合理的，因为你会注意到create 一个 process 跟 reset 一个 process 里面的 memory content， 就是 binary code 啊，还有 state， 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啊。create 呢就包括你要去 allocate 这个 memory 的空间，然后要把它的这个 memory 的很多要管理一个 process， 你会 always 需要 create 很多的data structure 啊 ，metadata 等等，像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process control block， 对不对？有一个新的 process， 你就要 OS 要帮他 create 一个 process control block， 然后里面的值要空间啊等等嘛，你都要去 initialize 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很多事要做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哈。所以这些事情就是 fork 在做的。好，那至于 create 出来之后，它里面到底该存什么 variable 的状态，它的 program counter 的值到底是多少，它的 binary code 这个 code section 里面的 content 到底是什么，其实并不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是由 exclp 这个 system code 去做 setting，啊，所以其实他把这件事情就是切成两个，一个是 create process， 另外一个是把一个 process 它的状态去做重新这个 reset 的动作，啊，那两个结合起来才是达到 programmer 要做的事情，啊，那所以是把它切成两个的，啊，然后呢，我们之前为什么我们要花一点功夫在讲 这些讨论说，哎，这些creation 上的 decision 可能性，对不对？因为大家不要被绑死了，那个只是 Linux 的决定而已，啊，所以如果你 OS 的 concept process 在 create 时候的 concept parent 跟 children 的关联性的话，你可以看见这三个是最主要的一些考量，啊，执行顺序，然后他已经去取得的一些系统的资源的归属，还有呢最重要就是他的 memory space 里面的起始的状态，哦，它的管理是要重新一份，还 是就直接把它给清掉，哦，其实是有这些选择的存在，哦，那 Linux 只不过是在这些选择下它的决定是用过这三个 system code，哦，来实现而已，哦，所以其实你去查的话，就算是 Linux 说不定你也会看见比较新版的或什么，或许它也会 define 新的 system code 去 support 不同方式的 process creation，这也是可以的，啊，没有人说不行，啊，所以这边只是就是最标准的这个方式，啊，通常都是这样的方式去 create 一个 process， 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啦，啊，因为我们说过，system code 嘛，这个 kernel 啊是很复杂的，通常不希望就是 define 太多的 system code，啊，会造成 maintenance 上的困扰，对不对？所以他都会希望定义的 system code 是越少越好，然后都是很就像一个一个 module 一样 service 嘛，哦，programmer 自己去想办法怎么样去兜这些 service， 然后去 implement 他们要的事情，哦，所以只要能够做到其实就好，或许 programmer 要多写几行 code 啦，不过对于 OS 而言这他可能是比较希望越简化越好，哦，好，那我们这边就来直接用，哦，刚刚介绍了三个 system code 的这个用法，哦，会是长什么样子，哦，
那你可以看这边，我们就写，假设我们就写一个简单的程式，大家都很熟的哈。那里面就是 call 这个 fork 这个 system call， 其实这是 C 啦，所以其实这是 C library 的 function call， 只是我们教过了，它会去 call 到 OS 的 system call， 哦，会再进去 call 啦，哦，那名字就取得一样，就是 fork 就对了哈，哦，在 Linux 上我们就称之为 fork， 哦，也就是会 create 一个新的 process， 哦，那很重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了，这一call下去之后，你的脑筋里就要去想象一下哈。哦，这边只是一支程式嘛，一支程式 process， 但是我一 call 了这个 fork， 你要想旁边我又来了一支 process， 然后里面的程式嘛长得完完全全一样，这里看不见，但其实就有两个了哈，双胞胎啊，而且他们有自己的 program counter 哦，所以是自己指自己的啊。那虽然说什么都一样，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个不一样 ，return 值。所以如果你是 parent 的话啊，你的这个A 的这个值的设定，它就不可能是零，因为它就会是 child 的 PID， 所以当我这边下一行是写一个 if else 的时候， parent 跟 children 都是执行这一行行执行，可是如果是 parent， 它执行到这一行，它会发现不符合，因为它的 A 的值其实是有值的，所以它会跳到 else。那 child 的话呢就不一样，刚好反过来，因为我们说 child 的 A 的值它的是零，所以它就会进到这边了，所以这两支程式虽然程式码一样，但是它是同时啊，你去 trace 它的 code 的时候，它们就会走到不同的地方去了啊。然后有自己的 program counter 嘛，所以是独立执行啊。所以呢 ，children 这个这支 child 被先被 create 出来的，新 create 出来的，它就会去 call 这个 print 这一行，哎，我是 child process， 对不对？然后或许你可以 print 它的 PI， 就是去 print 它里面的值啊，然后会 call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啊。那 parent 的话呢，当然就可以 call parent， 好，然后呢，在这边的应用来讲，我们 child 呢 print 完这一行，知道它是 child 之后，我们就叫它去 call exe clp， 好，那 parent 我们就叫它去 call wait， 好，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exe clp 呢，它会把原来的程式码整个覆盖掉，这是它的目的，好，所以呢，这个 child 的程式虽然它原来程式码长这样，它执行到这一行之后，它就会整个清掉去执行这一支程式，所以这个只是就是这个 binary file 的位置而已，哦，LS 大家应该现在知道了吧，哦，就是在 Linux 里面去 list folder 的那个指令，那个 binary，哦，那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会把这个 child 它现在就会去 call LS 这个指令，哦，然后呢它就把它执行完就结束了，所以它并不会再去执行后面的程式嘛，这些它全部看不见了，因为它就等于被换成另外一支程式一样，哦，但是是同一支程式哦，只是它的程式码原来在执行这边 call 了这个之后，它可以重新 reset 去执行别的程式，哦，OK 哈，哦，好，那 parent 它是 wait 嘛，哦，所以虽然说它这个是这个里面的程式码内容不一样了，但是它是同一支程式，同一支 process， 所以当我们的这个 parent 去 call wait 的时候，他 wait 的人仍然是原来那个人，哦，他里面执行什么他不 care，哦，反正是 wait 同一个他的 child 就对了，哦，所以他会等在这里，哦，然后等到我们刚才解释过的他的定义，这个 system call 定义就是等这支程式 terminate 了之后他才能够继续执行，哦，所以他就会被放到 OS 的 waiting queue， 然后等到 OS 知道这个 process 结束了，他就会 signal 告诉这个 parent， 哎，你可以继续执行，所以把他放回到 ready queue，那他就可以执行这一行，所以他会知道执行这行的时候，刚刚那个 child 一定已经结束了，哦，那最后你可以看见这个 process end， 对不对？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一行哦，只会被 parent 给执行到。children 虽然说 children 他这边是 if else， 这个是在这个 branch 的外面，可是因为他已经去执行这一个程式了，所以他已经整个都看不见了，哦，所以他其实不会执行最后一行，哦，Okay， 所以图表上来讲就是我们右下角，哦，那如果你看这个 output message， 你应该会看到什么呢？前两行就会是这两行，对不对？ child 跟 parent，哦，所以大家这个想一下，哦，如果那个理解的话，就会发现应该是这两行，哦，这两行的顺序没有一定 哦，所以这只是我们今天先写绿色的，有可能是紫色先哦，因为我们说是 concurrent 嘛，对不对？所以这两行顺序有可能是会互调的哦。好，那
第三行呢就会是这个LS 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是一定是 LS？ 因为这边有一个 wait， 对不对？所以它一定要等 child 结束之后，它才能够去 print 这一行。所以第三行一定是这个，对不对？好，甚至于它有可能是，但这一行也可能往上掉了，对不对？所以这行也可以跑到第二就对了，哈。所以 LS 一定会在这个下面这一行出现之前就对了。好，那这边 LS 所以只是 list 啦，所以这边只是一个范例，哈。所以就是你可以 supposedly 的萤幕上就会看到一些 list folder 的 output 就对了，好，因为它去执行了那个新的 program 了。好，那。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定会在这个前面，所以一定要等到这个 child 全部执行完 ，parent 才会 break 这个 wait 的这一行，好，然后进到下面的这个 print out message， 而且最后这个 process end 只可能看见一行而已，好，你不能够看见两行，不可能看见两行，可以哈，好，所以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就是这个基本 process 之间的观念了哈。所以大家要知道 fork、exclp 还有 wait 它的 behavior 到底是什么。好，所以今天我们像在考试啊或者这个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题目是利用这些 system code 去一个简单的程式嘛，像这样。那大家要能够知道它的执行的行为。好，如果能理解这些 system code 它的意义的话，好，应该就可以知道它的 output 会长什么样子了。好。好。刚刚那个 status 是哪里不管。这个纯粹只是这个只是一个 return 它的状态而已，所以这个要去看它的这个 system code 里面的 spec， 不过这个只是一个 output 而已，我在这个程式码没有写完整啦，所以应该不能说蹦出来，我只是就把一些省掉一些行数了，好不好？不过你去看它 system code 就知道 Linux 的话这边会要求你塞一个 status 的 pointer， 那这个目的是它会告诉你这个 process它的 status 是什么，就是它 return， 比如说是 error fail 还是 OK， 就是 success 等等的，它会在这边记录。那这个就只是单纯 return 那个等待的那个 process 的 PID 而已。而且其实这边我们当然没有讲进去了，你会发现，为什么这边没有指定哪个 process？ 因为我这边可以 create 很多 process， 对不对？所以你到底 wait 哪一个？这个 wait 的 system code 没有指定，所以任何一个 children 结束，它就会 break 了。所以你可以 create 四个嘛，那四个可能执行不同程式嘛，所以谁知道谁先谁后，不知道啊。但是 whatever 有一个结束，它就会 break， 然后它会告诉你哪一个人结束了。这个是这个 wait 的定义。像这个就好多，这个大家可以去查 system code 啊，所以 wait 有好多 version， 所以你要指定啊还是不指定都有，这个就还蛮多的 system code 了。那我在child process 里面可以再 create 一个 child process？ 可以。所以还记得我们说是一个 tree 吗？所以为什么会是 tree 就是这个原因。所以 child 里面我可以再 create， 所以你问的问题就是我们下一个问题咯。所以不只可以，这是大家去想的。就像这个例子啊，你看我们就写一个很简单的程式码嘛，三个 for loop 里面都写一个 fork， 就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大家要去 trace code 一下。这个意思就是 fork 之后就会有 child 跟 parent， 那我不 care。反正每个人他又会继续执行下一个 iteration， 他又会去 call 到 fork， 所以第二代的 children 他又会再去 create 第三代，然后这样一直下去，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画出来，这个因为很 trace code 嘛，对不对？在我们这边的话，我们通常都是会想要知道他到底是谁跟谁的关系，就你刚才说的 parent child 到底谁是谁的 child， 谁是谁的 parent， 还有里面的程式码到底执行到哪一个 program counter。这当然有点复杂，但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画成那个 tree， 你就不会 lost 掉了。所以你可以像这边，你可以看 P0 就是原来的这只程式进来的时候，所以这时候 i 是等于0的，然后你就 call 了 fork， 所以我们知道它就会产生 P1 这个人。那这边我们只是方便，就是通常 process 的 tree 呢，我们是不会去重复同样的 process 啦，但其实每差你可以先画完再把它精简化，对不对？或考试我们也不会那么 care， 你只要画出整个 tree 的关联性就好，所以比较简单，就你可以想 P0， 它就执行完 fork， 它仍然存在嘛？那你 fork 完就会产生个 P1， 然后呢，这两个人不要忘记哦，它的 program counter 没有被 reset 哦 ，fork 的话，所以他们下一轮 i 的值都会是一哦，所以
所以一的时候 P0 它又 call 一次 fork， 所以又产生一个小孩，对不对？那 P1 它也还是存在啊，然后它在 i 等于1的时候又 call 一次 fork， 所以又还有 P3 跑出来了、哦、那这就已经 P1 就产生 P3 了嘛，然后你再跑一次，所以现在0,1,2,3 四个 process 都会再去走一次 for loop， 然后是最后一个回圈了，就是 i 等于2，对不对？所以你又会再 call 一次 fork， 每一个人都 call 一次 fork， 好，所以就会得到后面的结果了。好，嘿哈，那像是我们到时候问的问题，可能中间就会复杂一点，就多一些 if else 啊，然后加一些 exe clp 啊，这些 mix 在一起，它会稍微复杂一点。好，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画这棵 tree。好，所以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复杂一点，这边写说 if pid 等于0，你就 call exe clp 的话。那你就知道那个程式就断掉了，就不需要再去 trace 下去了。那也不要忘记像 execlp 什么意思，就是我到了比如说到了 P2 我这支程式 call 的话，它只不过是内容换掉，所以并不是会再产生一个 P3、哦、它只是就停在这而已了。然后其他程式可能会继续 call fork， 但是如果它 call 了 execlp， 那它会被 replace 掉，它就不会再去 call剩下的程式码了。好，然后好，所以这里啊最简单的方式，我建议大家是最简单去练习的方式，非常非常简单，自己给自己出一些题目，你可以自己写一些程式码，这些 combination 就在我们的 server 上 implement， 你就 run 下去就对啦，看看它的结果是什么，跟你想的跟电脑跑出来到底有没有 match， 一定是电脑对嘛，没 match 就是你的理解上有一些漏掉的地方啊、哦，这个很容易验证的啊、哦，所以像这个是可以跑的程式嘛，大家就拿这个丢上去 ，compile 就直接 run 啊、哦，然后你就叫它 print 这些 information 嘛，啊、哦，你就会知道这个 tree 长什么样子了、哦。好，可以哈，我们不会刁难各位，不会弄很复杂的啦，但是基本的这个这种比较像这种比较基本的，大家还是需要知道啊、哦，然后用一些简单的 example exercise， 然后自己验证一下就可以了。好，可以哈。好，那刚刚我们讲完这个 creation 了哈，所以 creation 的流程就是像刚刚那样子，会稍微复杂一些哈。那 termination 的话呢，哈 ，termination 当然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是 call exit 这个 system call 了哈。当你 program return 你的 main return 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去 call 到 exit 这一个 system call 了。那他的行为其实大家应该也可以想象到，他最主要就是要把所有的 resource 把它做 deallocation 的部分，对不对？所以包括你 open 的这些 resource， 就是 file handler 啊， IO 的 buffer 啊，其实可以很多的哈。然后还有你 allocate 的这些 memory， 全部做 deallocation 嘛，哈，所以才可以让这些空间回到 OS， 让 OS 给其他的程式使用。那除了这个方式，这个是自己对你自己 call exit 这个 exit 这个 system call 就把自己结束掉。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你有 parent children 的关系啦、哦、所以其实 parent 他也可以强迫一个程式把它给 kill 掉、哦、那这个指令就叫做 abort 了、哦、所以你可以去 abort 给他一个 PID， 所以你可以指定把某一个程式给 kill 掉。但是基本上这个你只能是 kill 你的 children 而已，对不对？所以你不能 kill 你的 parent， 因为你 kill 你的 parent 的话，那自己会被 kill 掉，所以它只能是从属关系，所以你要把他的 children， 你可以透过 abort 的方式把他给 kill 掉。好，好，不只是例子了，所以什么时候你会 call abort， 通常都是有问题啦，像是你的 children allocate 太多 resource 啦，对不对？像你写一个web server 好了。哦、那种比较一些系统的 server、哦、你很多时候你会很多 connection 嘛 client 进来，你可能就会 create 很多的 shell process 去负责不同的事情、哦、那谁知道可能哪一个 client 他的这个使用的资源就是太多，可能是 malicious 的 user， 甚至于啊你发现了，那你 web server 那个 parent 的 process 就可以去把它给 kill 掉、哦、或者是他事情做完了，对不对？你已经看到人家断线了，已经离线很久没有回应了，那大概是不需要了，你就可以用 abort 把它给 kill 掉、哦、但这边指的不是 threads、哦、这边指的是 process、okay? 所以说我们在系统比较大的时候、哦、你甚至于是在 process level 在写一个程式一个系统的时候，你就是透过这些 system call 来控制
这些 process 之间的运作。那就像刚才说的，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 tree 的概念 OS， 所以说当你 kill 掉一个 parent 的话，它下面所有的 children 都会被砍掉，所以你那个 tree 嘛，所以任何一个点你把它 kill 掉之后，你下面就全部都没了，是强迫的会一层一层的把它 kill 下去。对啊，所以这个是process 这边去 delete 的话，基本上就是用这样一层一层会有这个影响下去。所以这边想要补充的是这个啦，你们一定都用过 Ctrl C 吧，对不对？一天到晚用啊，看到 for loop 的时候，为什么你 Ctrl C 可以有用？因为你们在下指令的那个是 console， 对，那个英文叫 console 嘛，所以其实 console 是很上 level 的 process， 就是我们 OS launch 之后，它就会先 create console 这个程式，是一个 process 哦，然后你在那个 process 你在执行程式的话，是其实是那个 process 那个 console 下面再去 create 这些程式 running 的程式，所以说其实这些程式是同步在执行的，所以你在那个 console 下，当你按 Ctrl C 的时候，它其实就知道是哪一个它的 child 的 process。然后他就去下了波，然后就把它砍掉，所以你才可以 去砍他的，因为你是上面那个 console 上面比较高的那个 process， 你下在那个 console 下执行的那些程式，其实都是透过你那个 console 程式在衍生出来的，所以可以这样去砍他。那还有另外一个，大家这个你们如果比较进阶一点的话，有时候可能会用到，会发现的是，有一只程式很讨厌，它就一直 hang 在那边不动，你比如说一个 web 的 server 这样卡在那里，你想要去把它砍掉，可是不是你产生的哦，你就纯粹就是别人哪个 user 产生的，你想去砍掉的时候，它有另外一个指令就是 kill， 那个就需要 permission， 所以那个其实是 call the system code 叫 OS， 不管是哪个使用者，它都可以叫 OS 去把谁把它砍掉，因为 OS 是 root 嘛，是最上面的那个 process， 所以当然可以再去砍任何一支程式。但那个其实就是要透过 system code， 你可能要有足够的权限，你才能够去砍掉那些程式，所以其实它都是有，虽然你可能不一定使用上感觉出来，但实际上它是有很严谨一层一层的这个 level 的关联在里面，所以你才可以用这种方式去 kill 这些 process。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这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 creation 跟这个把它去做 deletion 的部分。好。